我是张远年，今年七岁。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《我是谁》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大野狼，快点开开门！啊！呵呵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我是谁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想一般上认识我的人都会说出我的名字、我的学校，也许觉得我是斯文、安静、乖巧的学生吧。我是谁？我的回答是我是好人，因为我不要被警察抓。妈妈告诉我，坏人做了坏事会被警察抓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坏人没被警察抓，他会告诉他的孩子他是坏人吗？我是谁？我想坏人的回答是我是你的好爸爸。毕竟世上只有父母好，你们又认为呢？我是谁？我想我们都要有一个梦想，然后努力奋斗，朝向我们的梦想前进。世上没十全十美的人，但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。那个时候我是谁？我的回答是我是个有梦想的人，我是最棒的，谢谢。